林时间巴黎的街头钢琴，这是在巴黎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，摆出20架钢琴，先由艺术家对外观进行艺术创作，油漆干了之后便任由路人来弹奏。这个活动的名称呢，叫做 Play Me, I'm Yours。 它其实是由英国创意艺术家 Luc Jeham 发起的一个全球性城市公益创意钢琴活动。这个活动呢，从英国开始，从2008年起，已经有累计超过1000多台钢琴在全世界几十个城市里弹奏出悦耳的琴音，让数以百万计的人感受并分享到音乐的动人魅力。这些色彩斑斓的作品在这个火车站、广场或者是公园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自信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